在诗篇第100篇这么说：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欢唱来到他面前，当认识耶和华是上帝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主的愿，当称谢进入主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主的愿。我们再一起来拍掌，用这种诗歌来敬拜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欢呼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。天上坐宝座的羔羊。
万主之主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将你当得的敬拜、你的赞美，还有当得的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你就是那坐宝座为王的那一位。主啊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主啊，愿我们有信心的眼光看见你坐王掌权在这个权地之上。主啊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因你是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。直到你从天堂奔来，你眼中满有怜悯，为你严律法和先知正道出自童真女，从无限荣耀宝座上降在无愧马槽里。赐给我复活生命。
得前书第二章24-25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回你们的灵魂的牧人和基督。我们在此因着他十架的爱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谦卑荣耀的君王。弟兄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
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，是加利亚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生命中一切，深深爱你耶稣，深深爱你耶稣，哦，我爱你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，主，我要深深的爱你，我要深深的爱你，但是主，赦免我们的爱不够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有从你来的爱。主，我们不只要爱你，我们要爱我们身旁周围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邻居邻舍。主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主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来到圣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主要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要向你来呼求，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需要你。主，你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要再一次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渴慕你，渴慕你荣耀的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，好让主，我们每一个人进到你的圣殿当中的时候，主能够遇见你自己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荣耀的计划当中有份。主，敞开我们自己，能够与你来同行。主，在这个十二月，我们纪念你为我们降生的日子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真是带着一个渴慕的眼光。主，我们看见你成为人的样式，为我们降生在这个世上，受尽了人间的苦痛，主，就是为了要赎回我们的罪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献上感恩，愿今天早晨，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所唱的诗歌，我们所听的信息，主，都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。谢谢主，把一切的荣耀爱戴称谢都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，阿们。谢谢主，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美好的敬拜。